管中窥豹。王献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，他心灵手巧，做事善于动脑筋。嗯，原来是这样呀。嗯，我也会。哎，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。王兄你好啊。你好你好啊。里边请吧。他们铺纸研墨，洋洋洒洒地写起来。来来来，挂起来，让大家看看，大家看看啊！挂起来，挂起来，好的，好的，哎，我也看 看。哦，王羲之和他的朋友们互相称赞彼此的字写得好。哦，明白了，刘叔叔那个福字转折写得真好。哦，哎呀，他也能说出一句内行话来啊，你也能说出内行话来。小献之真是管中窥豹，可见一斑呐。管中窥豹不可能看到豹的全身，而只能看到豹身上许多斑纹中的一斑，成语管中窥豹由此而来。